敬请收看《台视八点档·江山楼》。我今仔日倒来看你那尔。好，好，行。你敢动的？敢要落车？来！你放手，我袂当去看我那尔。什么事？你都袂用敢去？来！先生啊，我，你怎么要错坏啦？伊若要拍卖，谁袂当去看？啊！你一摆认真去，你阿妈啦！你有啥物资格在这讲话？来！你敢要放开？我袂当去看我那尔，我那尔破病，你无听着是无？你这个阿娘，这么钱的老苍阿娘，啊，不是你的亲生阿娘，伊没事没话，跟你这关系，你们，林文生，你这个无血无目屎的人，你的心肝这么凶，我就是这款人，无你是安怎？伊本身就是无血无目屎，无才能会记啦，你讲什么？你真好胆哦！你敢甲我少爷呛声，你是要找死也是无？你讲你们，我今仔日一定要去看我阿娘。你别笑笑，你讲你们。你不信你再相信，你敢救也无出声，我跟你拼！你这死大臭，死土狗，你敢来拍我脚呀？我跟你！呀！阿婆，阿婆，叫我拍你死！麦克跑，你麦克跑了！阿婆，麦克跑，叫我跑你死！麦克跑，麦克跑了！阿婆，你是你什么人？你话这话，阿婆当是无？你是不是车夫啊？你臭车夫！你怎么同意？对，伊是一个车夫，而且是一个有情有义的车夫。相亲就你，林慧，无情。你安怎了？好个，阿宽，咱走。杨鹏。阿叔，你今日走转去花馆啊！从今以后，阮阿娘绝对袂搁你头顶加一脚步，你都要想清楚。我无要甲张水家的人有任何关系啦！你若有想要留在林家，你就要照我的话去做。也不是这样，迄种家庭莫回去上好啦。我相信阿公阿官一定足欢迎你倒回去的。是啊，小姐，头家娘就收你的。亚红小姐，踏出这个门一脚步，你就自由啊！敢讲你要倒回去啊？皇亲就教咱来关起来。你的家庭有啥物代志，你就乱来啦！小姐，头家要等你回去呢。阿宽，你回去跟阿娘讲，我已经过来林家，应该会收林家的规矩。我有分到伊的苦衷，叫阿娘爱好好保重家己。怎么这样？来，等下，你敢动到林家是菜市啊，是无？无手啊，好好听。是，有听的无？阮小奶奶都唔睬你啊，你哪块在创坏？赶紧走啊！头家娘，我
煮的面，你吃一点嘛，好不？提早，吃袂落。头家娘。你拄仔讲的敢真实嘞？我已经不但唔肯让阿妈回来，佫甲怕。可怜的囝，拢是阿娘害你，你真难可悲。是高照去他人群，无你无我，我是无法度通爬出。阿娘爱你，是阿娘爱你。阿娘，你一定要原谅我。为着腹肚内的囡仔，我袂用让伊赶出去临港，请你原谅我，我应该倒去看你。都是安怎？啊！一进门，你就等下咧吐大气。啊！哎，啊！恁迄个商店的红毛安尼无得来？红毛要带阿爸出去抓龙啊！是哦。啊！你，你敢无去撞到迄秀秀啊？林贵少爷，嗯，今麦到底咱家？最快乐的人吼，应该都是你啊。最快乐的人是我，讲来家己拢唔知影。是讲哦，最近在咱交关的人客拢在讲，我即马包的汤包吼，愈食愈好食。是讲到迄煮食吼，行啊真特别啊，足奇怪呢。迄个人啊，心情好的时阵哦，煮啥物件拢好食。就是安怎？安尼，阿玲，恁秀秀小姐拢无在我旁边哦。林贵少爷，我问你吼，你是安怎倒过来？我逐天看秀秀安尼，这么艰苦，唔食唔困，我敢那会当陪伊伤心尔，拢唔知影安怎甲伊安慰，互伊快乐。哎，阿婆啊！我看你是真正在关心秀秀安尼，袂像阿伊的亲人，也是袂像阿熟识伊足久的朋友。江生老迄间的情形哦，拄好你去金宝小姐的梦境，你无看到。秀秀小姐讲了无毋对，任何人拄到这款的代志哦，一定无法度放好袂起哩，家己的阿母。在伊面头前自杀，秀秀一个人孤孤单单抱着阿母在咧哭，伊阿爸连插都袂插，也要一个人过去甲伊斗相共。阿婆，你若是真正要安慰迄个秀秀啊，你家己心情就爱放较轻松的。你唔通哦，交迄秀秀同款，迄种悲伤的心情较低沉落去，啊？林贵少爷，多谢你啦，我知。
我会记得你问我讲，怎样度过迄段悲伤的日子？其实吼，我嘛是因为你一直咧陪伴我，到道三工。是讲吼，我应该非常想法的。啊，毋过确确实实，自从阿春仔出现了后，我就已经将因爸过身的代志，先暂时放互袂记。安尼人生。较有希望，啊！对我，即摆有一个头路，我较无时间去想过去上艰苦的代志。来，你看，刚才老要照顾总婆，知哦，你够有兴趣。咱这阵的报名好，咱两个联合起来，一定会当拍败其他的对手。阮阿舅一定袂答应的，伊早就甲我警告讲，莫阁想要做总婆啊。伊安尼吼，就是想解固执啊。敢捌听过讲行行出状元？你也敢若有兴趣、有天分，什么代志认真拍拼，就这莫出头天啊。阮阿舅哦，敢若想要叫我去读册、做教员，也是公务员啦。恁阿舅这哦，就是何做哦，头脑袂灵动啊。是讲袂要紧啊，啊，到几落天才会考试，你想看卖啊？你若真正有兴趣，我甲替你报名。这边我一定要趁这个机会，好好啊表现一下。李贵生，你知有啥物菜吼？食了了，会当让心情较快活。心情较快活？你问这个问题，有的是为着秀秀啊吼。是问我这个菜色，我都唔知影要安怎配。对了，我有一个饮茶的药方吼，你也使试看卖啊。先用石头山五钱，红枣五粒，胡椒麦一两，甘草麦冬三钱，还得两汤匙的白芥果。安尼甲做伙，掺鲜花水落去煮十五分钟，气象解温，自然就好。我去提笔来记，等阵吼，特别等下煮。好。你贵啥呀？安尼嘛唔对啊，嘛袂当叫秀秀吼，逐天干那啉茶，唔食饭啊。安尼这个问题啊，你着去请教恁阿舅啦。哦。是讲，我刚毕业，最近心情嘛无像较好，你爸叫来啉烧酒，要注意。无啦，拢是我唔好。当初若莫甲你激气吼，反正咱两个老的，后过都有伴，都袂再孤单。你嘛袂再辛苦。哎呀，老干妹，来啉烧酒啊！来啦。这都做一包啊，好，你买烧酒来。阿哥啊，你敢知影有啥药性吼，通好气伤解郁啊？啥物药性？你搁咧想啊想啊哦？唔是甲你讲过，袂使搁啊搁拄这代志，你准备好啊甲读册。无啦，就讲袂啊，你安尼误会哦啦。人阿婆也是因为迄秀秀啊吼，最近心情无好。伊咧想讲吼，伊安尼白食白困啊，毋是办法。啊，伊想讲要拆一寡药啊吼，但伊安尼解心内一寡郁闷安尼啦，伊好意个啦。干嘛来拍啊？对啦，阿舅啊，秀秀若果无食物件吼，一定会破病啦。起来做甲病来啦，我先好你个。也是对啦，不过病也袂调出来，但是药会杀你。安尼哦，我赶紧摕来去互秀秀食。
刘教授，我看阿伯啊，伊这对主家真有天分的，阿你奈无讲？啊，查甫人一世人困难怎搞，袂出脱啦。你先落来。你看你妈文心哦，笑到破位啊！是安怎？都阿哥那块破病啦，啊！伊竟然哦，无药无药才倒转去啦，敢出手拍伊呢？我看一个袂堪要去的，我就过甲驾驶，袂啊，甲伊个关节拍起来。若不是讲靠伊人济哦，我现在要借机好好甲驾驶一下，拍到做到白，替阿哥那块哦，甲药无药才出一口气嘞。你讲多少？阿哥那块破病，啊，就讲想药无药才吼，想到袂食袂困的啦，阿婆来讲的。老公，你别阁伤心啊！即摆我来啊，你有啥物委屈做你讲我听。迄个林阿文先唔正经，上唔是款哦，你咪叫人看布袋。你拢知影。头家都有甲讲啊。拢是我，我偷强，甲阿文嫁予林家。即摆含要看一个都袂当，林文生讲，杨红若转来看我，都免想要搁入林家一脚步，你才搁甲怕。你嘛知影，杨红做细汉，无论是在厝的。我是在用心做呀，无人大声甲讲过，更加讲莫甲怕。即摆客气，你们小心怪遐尔粗残，啊你甲怕落去。哥，你们声音那么，声声咕咕讲，我是严红的幼母。讲阎王唔免转来看我，我真是嘛要甲伊讲，我是阎王亲生老母，我是。莫阁哭，等你心情较好哦，我陪你啊另外一撮，当面找林文生老母出来话，甲话讲清楚，好。老三，这是你，你看，我煮一碗哦。你上爱吃沙白鱼面线，我是拢了得啊！来，吃一个，够有气力，加你文生算数，对不对？来，好，来，但是你较好玩，我陪你啉茶，一定要记住严红，安尼好无？好，来。有时啊，看我安尼娇滴滴，真欠卡的模样。其实，伊嘛是需要人疼惜，需要人照顾。足久无食你做的物件，足好食。我啦，叫我，让我照顾你死人。莲花姐。烟花街。我啦，叫我，让我照顾你死人。我啦，二十年前的我，甲二十年的我，拢同款，对你的感情一直拢无改变过。二十几年前。命运把咱作乱，予咱袂当做伙。即摆，予咱互相个疼惜，互相个照顾。我看到人个食苦汤、食鱼味，我心肝真个做唔甘个。答应我，给我，予我照顾你一世人，好无？你先起来再讲。
我啦。这几年我对不住你。其实，这几年你对我的心，我拢知影。你不是在恨我？你怪我当初不给护佑？你不是刚刚在气我？你当初放下卡山不来，我却不顾你被走去伤害。无啦，其实吼，当年吼，你可能把阮表妹当做伙哦。既然挂不起你，啊你也无恨我，过去就拢过去，唔免阁解释。无啦，既然话，予我用后半世人来弥补我对你的亏欠，好。所以这世人咱袂当到底。大刚，虽然我即卖真冷静，真需要人照顾安慰，啊，不过我还是烦恼严重。伊的婚事是我一手安排。伊的行，伊不行，拢是我。在这个时阵，我哪有迄个心情去想我家己的代志？而且我的感情，即马都敢亲像一滩平静的湖水，我所有的心情，搁在咧炎黄的身躯尔。伊家阵也是真正在啉咖，过到安尼啊艰苦，我一定要想办法给伊带转来。秀秀，再过一碗药膳，啉落去了吼，会当气伤解郁啦。来，阿婆，我真正啉不落啊，你放下，我明明再过啉。你搁啉淡薄啊？是的啦，不要紧。秀秀，你的面色吼愈来愈好啊呢。敢有？嗯。那是有，迄拢是你的功劳。你逐天拢挂物件来给我吃，我袂吃，你搁一直靠近我吃。那毋是讲我甲你讲吼，你若讲毋吃饭，我就对你袂吃。大家做伙来枵死，我看吼到即摆你嘛是袂吃。阿婆，嗯，你甲恁阿舅真正是有情有义的好人。迄天，伫个江山楼前，是你先站出来要甲我斗相共，恁阁替我处理阮阿舅的后事，即摆阁安尼照顾我，无亲像阮阿爸，伊从来就毋捌打卡卡，比一个外人阁较不如。秀秀，甲恁阿爸放好袂记哩。莫放伫心肝头，好家己艰苦啦。我无法度放袂记，我一世人都无法度放袂记。伊对阮阿母遐尔啊无情无义，我若甲放互袂记，我会对不起阮阿母。秀秀，你心肝内有遮尔济怨恨，日子要安怎过啦？是啊，我心肝头。有伤侪怨恨，害我家己拢变甲强要袂灵了。所以，我哪人哪唔敢照镜，因为我感觉家己变啊愈来愈歹啊。无咯，秀秀，你也是甲我头一摆见到你的时阵，同款遐尼水啊。头一摆见面的时阵。我心肝内就伤侪怨恨啊！阿婆，你敢知影？我
看到阮阿爸安尼对待阮阿母，本来我对人已经绝望啊，我唔相信这个世间阁有真情，有真爱。是你甲你的朋友，让我把这份信心阁找倒转来。嫌过，这款的真情爱，也是非常罕见。你莫安尼讲啦，秀秀，你爱相信，这个世间哦，一定有永远的真爱啦。是的啦。阿婆，时间无早啊，你好回去休困啊。哦，好啦，我先来转，我明仔吼再来看你。你是要惊死人许？你，啊，阮这也无死人，你规日还要创啥啦？只要你给我做一个出色的艺旦，会当赢过华严吼，对付华外老，我免卖身的钱，只要给我有饭通吃就用的啊。世间哪有这好的代志？不来卖身做艺旦，佫无爱提钱。材料袂歹呢，敢讲是天公伯啊，破我永春阁无人，叫一个戆仔囡仔来。我哪感觉你足面熟的呢？哦，你就是林文生的查某囝。哎呦，林小姐，你紧起来，莫跪啊！哎呦，你出去，你紧出去，我甲你讲。林家查某囝若要做艺大吼，欠我钱我都唔敢收啦，你甲出去，你紧出去啦。拜托你，我求你啦，你给我做艺团好无？啊，你若要做艺团，去找阿外官就好，我唔敢收你啦。我做艺团就是要对付阿外老，我一定要回关门，我哪可能去找伊啦？啊，你若这烦啦你，你若无答应我，我就一直规日只歪起来。你，你哪会安尼啦？好好好，你若这爱跪哦，就照你跪啦。你走嘛，今嘛哈，要出来，不要插你。阿大人嘞？林小姐，啊，你是安怎啦？你精神啦？林小姐，你精神，你连心念怎安尼？林小姐，你紧来看吧，阿哥在喘气。可有死气无啊？无气干啊！你慢慢啊，歹嘴。阮小姐是昏去尔啦。无死上好啦，哪会无我代志？我要来走啊啦。哦。哎呦，文生少爷！哎呦，文生少爷，我跟你讲，恁查某囝吼，走银春阁吼，假跪求我收留伊呢。迄是因为吼，我知影讲吼，伊是你林家的大小姐，我哪敢啦？他今嘛吼，人我已经给送转来，你爱记。欠我一个人情哦，有闲哦来阮永春阁泡茶呢，哈，嗨，食饱未？你干动啊？但是要死哦，喊到遐大声啊！我跟你讲哦，我是真无闲，着什么代志？你紧讲，你是啥物人？永春阁阁是啥物所在？是啊，人我的查某孙啊，着爱去甲你跪，去求你收留伊。我是啥物人哦？啊，永春阁是啥物所在啊？哎呀！那这吼，你问你后生伊拢知影。那银春阁吼，就是叶大金；那我嘞，就是老仓嘞。恁查孙吼，规旧我吼，就收留伊要做叶大。啊，你听有清楚无？哼，无招啊，上去！别，我家己会晓行。文生少爷，有闲来阮银春阁泡茶呢，哈。真搞！老爸去坐月旦经啊，娶一个月旦某，查某囝才来去月旦经啊，要做月旦。林家面子拢让你吃了了。莲花间，莲花间，何时有春天？
真好，真好。拢是师傅你教得好啊。哎，来，大家我来吼，我有话要甲恁讲啦。明仔载这个花月楼，阿月啦官要来咱家选艺旦，分起来伊是恁的师姐哦，所以明仔载吼，咱大家就爱来，唔通记住，你知影无？在，多谢师傅。真好，真好。哎呦，闪啊你！哎呦，好啊啦，好啦，莫搁留啊啦，莫踮遐哦，停脚半手啦。飞丁哦，你若无迄个鸡蛋选鸡蛋，紧处理啦，莫伫遐吵人，紧啦！看到就气惨，明仔日都选袂着吼，你就知死哦！哎呀，你看你看，安尼吼，明仔皮你就死死啦！丽秋啊，明仔日吼，阿我拉赶选艺团，一定去选着你的。到时阵哦，咱大场埕就要出一个大色艺团，会当吼比过当初的花艳红。安尼嘛爱看阿我拉赶，伊敢讲有好无？无订到，去选到你啊！啊，人阿我咧歌吼，当初我那是大色艺旦嘞，我相信吼，伊个眼光一定足好个，目睭吼凊彩瞄者，就知影啥物人吼，才有迄个料通我做大色艺旦。来了，哎，那个阿春哪里？阿三，阿春哪来？阿春哪来？啊！真实的师傅，我伫倒啊。金宝，你敢不是金宝？无啦，伊毋是金宝啦。伊是甲金宝生作小我同款，你详细看，伊个个性啦、讲话啦，拢无同款，而且佫会晓讲单话。伊甲金宝一模一样，伊根本就是金宝啊，拢认袂出来。甲变鬼都认袂出来。塞，这世界上真正有这么同款的人哦、啊。啊！我咧看认唔着人，啊！你免看伊，我头一摆看到嘛，业主讲伊是金宝啊。我唔是金宝，我是阿春啊。详细看，真正的我完全同款。这阿春，加加单纯。我知，贵乡讲台湾话。阿珍，你拄仔去倒？拄只阿去看物件无去啊，所以我才去斗三工啦。哎呀，这真假心啊！就是，哪有可能？啊，大家较静嘞，徛好。阿珍啊，啊你也徛好。嗯。来，咱安尼要坐。乾坤，伊是咧变身帮我咧看无。这夜段除了红阿面体材好以外，就是人客一日就看伊双手，手爱弹琴，啊，甲人客斟茶斟酒。啊，手若生出歹，人就是骨较水，嘛会破坏伊个情调。老江西，哎呦，你莫惊我啦，嘘，走。
阿祖，免惊，免惊啦！阿祖，我咧看是要看你的身材，吼，啊，甲这姿势看有水无？袂歹，真有吧？真结实，长衫若穿起来，一定红红的投资。阿祖啊，你过来。 笑我看卖，搁较笑的，我看你的喙齿，喙齿真白，表示气血有够，胃肠嘛袂歹。来，这番仔花，你甲分我看。 可能胃肠袂歹，拢无歹口气。假使你胃肠也无好，讲话就会有臭味。那你就算讲你身材偌水，我有才情，人肯定袂介意。嗯，有道理。金先生，小方面我看差不多，我先来右手。好。 我来弹琴给你听，我来唱曲，你听看卖咧。好啊。 唱一块曲我听看卖。我拄则才有安尼，我今我袂晓唱呢。你来替伊弹琵琶。啊，我讲真实嘞啦，我拄则吼弹一个手漏掉啦。你会晓唱什么？你唱，我替你弹。 拄则迄两个什么什么地手啊，玉娇啊，迄人都先做袂歹，啊，你煞甲看都无啊看一下，现在到底有什么原因啊？哦，我知，迄两个人做问题啊。哎，落岗诶，无使吼，从少年就安尼硬纸筋嘛，还要走啊要哪去？啊，这代志你也毋知。啊，我啦，啊，你开去甲伊讲讲诶啦。哎，行心西啊，我较早落岗啊，咧站夜半景啊。 迄目睭底看着敢若一片云尔，嘿嘿，啥物嘢都拢毋捌看过。我来，来啦，讲来做参考啦。那迄个玉娇甲丽秋，是实在袂歹，有啊，啊嘛有才情，啊毋过，目白大角，而且讲话佫鼻音，即款人较素性，较轻浮，袂晓用智慧。 即个人用迄个水，而且嘛较歹观感。大部分人偷偷看到，会感觉真水，不过两遍、三遍，就会感觉无味。不亲像阿春啊，伊虽然外表看起来真单纯，啊，不过伊的个性。 有一点仔倔强，一点仔神秘，予人愈看愈喜欢。可惜，可惜伊对家己
无信心。阿月啊，你实在无简单啦，莫怪吼会得通栽培咱大稻埕的大树叶弹出来。嘿嘿，敢讲实在有够厉害。是，你莫笑啊，这是这几年你教我的啊。是，这阿春啊，是不是你找多年来迄个心目中的人选？自从你发我婚以后啊，我所看的中啊，伊是最好的人才啦。哦，你的意思是讲，这个阿春啊，会当来训练做大设计的东西？无唔对，这就是我的希望啦。那你讲，我明明建议咯。哦不不不，你方面用你算呢。好。既然安尼，我决定请阿春来做阮画画楼的艺旦。哎，小代表，阿爸讲，哇，你来拢会吃啊？老兄弟，啊有人要选阿春来做艺旦，我哪会拢唔知啊？啊，我来赶出来见你啦。哦，原来我来赶，你原来介意阿春啊？是，阿春啊是不用的艺旦囡仔。哦吼。那恁唔着已经是已经存过的艺单。哎，等下等下等下，哎，我来看。谁讲阿春啊是我的艺单，啊，就一定甲永春哥有关的哦。哎，不用啊。那你甲宝贝两只弟啊，阿姨甲你也唔是同款。无同哦，无同哦，差足济哦。我哦，即摆哦是已经离开永春哥安尼。哎，我来看。既然哦，你若够介意阿春啊哦，要等回我头做艺单吼，一条生意哦。来，用个好啊来讲一下。嗯，好啦，甲这款人有啥物真东西你好讲，咱行。阿官啊，听母用啊讲看卖。对啦对啦，他讲哦也是老实的哦，较明理，较知影轻重啦。阿官啊，好啊，你讲看卖。哪呢哦？我来简单讲一下。我嘉春啊，嘉永春哥哦，即马连续关系哦，都拢总破啦。本来哦，我嘛是讲啊，家己想要出来开一间安个大店啊，也是讲，既然哦，甲咱大稻埕上界出名的花园啊吼，啊要田村啊，切，当然我上界欢喜啊。阿爸讲，下一粒地。也毋过哦，我有一个要求啦。也既然恁花月啦吼，甲要田村啊去遐做艺旦吼，第一，我必须要加入恁的股东。第二啊，我提供人，恁提供场所，包括阿村啊食大清，恁拢过来负责搞。安尼哦，我才要加入花月啦哦。嗯，甲你这款人合作股东哦，唔当你见唔知咯，来讲，来行。阿官啊，不用跟你讲话，啊你嘛小考虑看卖啦。哎，无啊，杨先生啊，你是食了哪样哪饭店的？这有啥要考虑的啦？行行行。好，我考虑看卖。哎，讲的啊，阿官啊，官无唔对啦，恁考虑看卖啦，若要还嘛无要紧的，若参照阮阿村那款人才哦，我免惊讲招无股东的啦。啊，我是了。等下，我答应和你合伙。